房产一姐说，房产一姐的大咖干货不容错过。今天听倩姐跟你说新加坡房产实战攻略的第23篇，新加坡房产和香港房产的区别，答案马上告诉你。说到新加坡和香港呢，都是国际金融中心，地位上相当，而且同样都是地小人多，房价其实照理说也应该差不多，但是实际上呢，新加坡的房价是相对非常合理的。要说区别的话，第一点，我们从地理位置上来说的话呢，新加坡是属于海外的国家，而香港是属于中国。第二个，从税的方面来说呢，新加坡的外国人买房需要付额外税20%，比香港的额外税30%要低10%。第三个，从价钱上来说呢，新加坡的房产的价钱是香港的普通房价的一半的价钱，豪宅就是更划算，大概是1/5的香港的价钱。第四，从泡沫上来说的话呢，去年10月份瑞士银行做了一个统计表，就表明说泡沫从高到低的国家，实际上香港是处于第一位的，而新加坡是倒数第二位，完全没有泡沫的。所以如果没有泡沫的话，证明你买的房子非常安全，有升值的潜力。第四，它有前景和人口的前景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我们之前提到呢，新加坡人口2030年会增长到690万人口，也就是和现在比呢，增长120万人口。想想看吧，如果地小人多，人增长的同时，房产就更加有潜力了。第六个是汇率的稳定。新加坡的汇率呢，一向都是非常稳定的，相较于人民币和港币来说，它是跟美元挂钩，所以是相对比较稳定的，而你的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来说是相对比较有优势。最后再强调一下，新加坡房产和香港房产的区别，主要是在于新加坡属于海外，额外税比香港少10%，价位上只是香港普通房价的一半，然后比较低的泡沫，前景比较好，汇率也稳定。这六点你记得了吗？更多信息可以在屏幕下方的这些平台找到我们更详细的信息。还想听更多吗？扫我的微信二维码吧，这里还有很多小伙伴等着和你一起交流哦。房产一姐说，你不能错过的大咖实战攻略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